有大都大分丹路黑腿板、林木山梯，庙里南庄乡民国八十九年旅游胜利牌、庙木山石板、铁军国铁牌也算首家呢。苏总用英文言语促进市场，也是南庄庙木山石板嘅板样已经有上十五个月，规模含义来应态哦。大概板样一年的营养量，如有包万元国家南庄农夫亚利用今年的三水节的发通，希望屯南庄大初。 初初是在屯中花田米公路发现来避过苗木身体。行业南庄乡农夫苗木山石板种的烟呢，经常有影响的虫鼠，常有有的野油参，过一天烟都黑。除了水果、米色、好风景以外，现在也有分茶台。南庄的黑皮油果山树的野鼠用的野何所采？农夫对面过八十九年起时成立山石板，古里农民栽培苗木，也已经黑白头发，愿意促进市场，作为为苗木供应天。 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哈、气候啊，早晚温差大，所以它适合种一些原生的那稀有的树种，红豆杉啦、块木啦、啊、萧楠这些都是属于稀有、属于国宝级的啦。 现在苗木市场有着盆景，又有园艺，同有经济加成。南庄本来就是一道文人雅士好奇老料的素材，故说农夫希望发展市场，为民众除了去黑面树、松米生，还欠种很多苗木盆景，为大撮南庄，那我以后送去。他们班员就会结合在一起，就是说这个苗木哪一个苗木比较有特色的，会去交流这样子。 然后他们一年来带来的商机差不多百万左右了。今年十一月头，为二零二零年南庄山水节，南庄农夫每月头一拜推出盈利盆景苗木特产，希望结合高山农山专业的美食，享受小朋友的文艺雅致，来也看风景，生美食，欣赏南庄那个地方，同有特色的地方产业，还可以分种植。